来，十秒钟啊，赶快作答，赶快想，赶快写下来哈、哦。哎，趁他们，请问庐山的樱花抹吉在制作时，除了樱花和小米之外，还加了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度假村常常会有这样东西。庐山一个特产，一个重点，到庐山一定要做的事情哦。中了。迪斯卡佛瑞达迪爸宝贝哦，都没答对，王府我们再来吃，没有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从这个青春无敌好这边开始，他们很有信心呢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温泉水，我跟你讲，我去庐山泡过温泉，所以你是觉得泡过的？怎么有可能？你用泡人家泡过的温泉水，这样不很脏吗？没有啊，你就用那种当地最自然的那种温泉水先流出来的，温泉水温泉头，对啊，温泉头在庐山，而且他们的那个味道还蛮特别的，哦，嗯、对对对对，好，所以呢，各地的温泉都就没有，它是碳酸泉，对对对，庐山是碳酸泉，哦，所以呢，这边青春无敌好小子呢，温泉水，嗯、来再见可米，温泉水。要么就两个都答对，20秒。刚刚有点偷偷摸摸的，要么就都没有。我们刚刚真的在想说，要不然就是 sake。你们一直讲庐山，嗯，王府，庐山想到大事不妙，我们赶快多吃一点。没，还有张玉华，还有张玉华在演的，我看出来你在演。来，张玉华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？我要抗议耶！为什么？因为我又不是台湾人，对啊，他都会讲台语。那我帮你写答案。然后好，好不好？好的。你看女生就是不一样。巧克力，帮你写英文啊 ，spring water。为什么要讲什么太白粉呢？外面的太白粉算不算？哎，英文跟中文不一样，不是太白粉啊，不是。答案是 water 温泉，所以也是温泉水。是是是，好好好，那到底是不是温泉水？哎，先吃，赶快，请你们看看，快看。花麻薯，哎，这款哦，你甲看伊名就知影。伊这是用迄个樱花开的时啊，甲放落来，啊，我啊唔知怎做，我唔知啦。啊，只一定有樱花成分啦，对无？头去，对，你讲了上对，哦，这就是樱花甲温泉水甲小米来做的，哇，这你食足好食。因为庐山是著名的温泉圣地，所以在制作樱花麻薯的时候，不是用一般的水，而是用温泉水哦。Discovery， 您猜对了吗？好了，现在王仁甫、张玉华答对了，你拿他的给他吃。好，张玉华答对了，我们帮你把这上面再淋上我们所谓的樱花醋哦。好，那我这一边的是可米小子的，来。哎，这你吃，不可能够浪费这么好的食物。这个饭团里面有20几种材料，对呀，怎么可以随便浪费啊？你们先吃完一样再来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这样，居然好香哦。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也好正，樱花沙拉也好正，小心，那沙拉也很正。哎，不是要打歌吗？没有要打歌嘛，时间现在在计时当中，已经在计时了，你们尽量吃哦。来，20秒，赶快来，安军灿，20秒宣传，预备，小子 go。可米小子的 Goodbye 新歌加精选会在1月21号发行，然后签唱会呢只有22跟23，就是这张专辑只有这两天的签唱会。来吃个饼干嘛，然后哎，我不要带了，要买好不好？哎，还有5秒，哎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这张最后一张专辑，谢谢。对，刚刚好哎。请大家打27690698转8，就可以了解可米小子的一些签唱会，然后请大家支持他们的新专辑。他们今天算是这个身负重任，真的很恶心哎！你们把饼干跟鸡肉还有芦笋塞在一起，你们那是糟蹋这些粮食，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你最好是再抓一把樱花一起放进去。哎，可是这芦笋真的味道很好哎哈，而且它那个酱料很鲜，就是清爽，很清爽。张玉华，你好像不需要宣传了哈，我不需要，你有10秒吗？那给我好了。哎，麦克风。干嘛自己有呢？用别人的麦克风。好，然后专辑里面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照片，就买了就可以休息了。我最喜欢这张，对，让大家看，拜拜。哎，这个人宣传有宣传跟没宣传有什么差别？你可不知道？有，你帮我好了。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哎。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哎。哎，你电唱片公司电话几号？不知道哎。9898。哦。公司电话号码是什么？25163611。21836311。25183611。谢谢。这是这个张玉华的专辑，希望支持一下啊。来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完全娱乐张怡、严冰霜采访报道。
好，欢迎回到迪斯卡波瑞答题大宝贝。是的，好，刚刚的第四题大家都吃得饱了嘛，对不对？也差不多都可以吃完了。接下来第五题，请好好作答的，还是攸关于你们可不可以宣传，好不好？中间这一个讯啊。中间这组没有，他们也有答对啊。我们刚有啊，他们没有擦地球哦。哦，有啊，都各一题、啊。好，所以各一题，对 对, 对，好不好？好好加油，来第五题。张玉华还在吃，请看。香港人爱喝汤，不光是有喝的美味，还有喝的健康。节目的每家每户呢，都有一本煲汤经啊。这个老少咸宜。老少咸宜啊，什么东西？少咸宜汤。Marina 说这道。老少咸宜汤主要的功效是滋补兼排毒，红萝卜呢富含维生素 A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，而玉米呢防便秘，海底椰呢清热止咳，对喉咙皮肤都有好处。整体来说啊，你照三餐当水喝，天天喝都没关系。请问把煲汤当水喝的香港人在喝煲汤时有什么特殊的习惯呢？哎呀，这题非常的简单啊，只要去香港喝过煲汤的人应该都会知道。来，十秒钟请作答。其实在台湾大概也是这样了。五，很简单，不要想太难。二，一，迪斯卡波瑞答题吧宝贝。张玉华，好，没关系，那你先跳过。你用讲。有什么习惯？哎，可是我知道他们就是用他们的茶来洗他们的，就是汤匙啊、筷子啊什么的。餐具用茶，啊，但我们要问的是汤，所以跟这个他们在他们在喝那个汤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习惯，跟这个汤有关系。哦，所以你觉得是吹？他们是吹？我先这样，你在以前喝汤都不吹，一拿起来不管多烫就这样喝吗？好了，我瞎猜了，就这样子。吹，好吹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可米。只喝汤不吃里面的，只喝汤这样很浪费。为什么？有点浪费。现在我像我去吃，就是吃的话，就是里面的那些渣什么什么料都不能，就不要吃。因为他们觉得那些料的营养都已经跑到汤里面。哦，好，这是你们的说法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小子，就是你们的说法。对，就你们讲的。先吹吹，先吹吹，烫嘛。但这不特别啊，这全世界人不都这样吗？对呀，啊，现在感觉看起来最特别的就是可米，再见的可米了。但是你们也不见得对了。对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到底谁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答案。对香港人来说，这锅里的汤料不是用来吃的，是用来熬的。也许我们会认为汤料不吃有点可惜，可是 Perina 说，这些材料的精华早就已经融在汤里面，那些东西吃多了也没多大益处。香港人煲汤都会熬上好几个小时，所以食物的营养早已经融在汤里，所以他们只喝汤不吃料。Discovery， 您猜对了吗？再见可米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请可米呢讲一下你们的活动十秒钟。再见可米全省签唱会，1月22日星期六的下午1点高雄搜狗，3点是台南的大圆柏，7点是台中中友，1月23日星期日在台北的西门町屈臣氏1点半，然后4点是在桃园统领，然后5点半在新竹大圆柏。好，对，只有两天，27690698转班，27690698转班。偷奖，偷奖，偷奖，还有偷奖的，啊，偷奖去还偷奖，人家就算答对，不给他们讲。哎，是的，那接下来我们让大家看一下独家，这是可米的新歌《好奇无上限》的这个 MV 首播。但我个人很好奇，是你们真的这样？我们还没看过，你们自己都还没看过，都还没看过。我们到现在也还没有。我们节目的首播都是很厉害的，都让大家这个完完全全的，啊，是根本不会看过。我个人也是专我的歌，我们的 MV 也都是在这边才看到首播。这个好奇无上限在他们的专辑里的 VCD 也有送给大家这个 MV 啦，啊，新的。我们还没卖啊 CD。21号才上。哎呀，又让你们打到了一个了，哎呀，真是糟糕。哎呀，应该要这个保留一点。你们刚刚听到就当作没有啊。现在转台不要看好了。好，我们不是，大家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这个忘记刚刚他们有讲21号发行。好，这也不晓得是谁了。不要再讲21号。不晓得是谁，反正有一支 MV 首播，你们看看，不重要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好奇无上限，好棒，啊！好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啊！这是可米呢，可以说是这个最后一张专辑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呢要一定要去支持可米的这张专辑。对啊，而且这一张值回票价，又等于是新歌加精选，然后还送给大家 MV， 有五首，对不对？对，五首 MV， 21号正式发行。对，你看我帮他们讲那么多，你对他们太好了吧？我们首播总是要给大家讲一下，谢谢。对对对对对，萨库拉真的超好听的，萨库拉。
萨库拉。哎，好，我们谢谢可米了啊、哦。哎，不要这样。谢谢，我坚持要谢谢。不要，我坚持。也是啊，他们唱的那么好，也是该谢谢。那首萨库拉收录在我个人的专辑的樱花里面，这一张专辑虽然已经过圣诞节了，而且你红到日本去，你知道吗？啊、是，日本人翻唱他的歌。对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深山直太郎看到我的歌，一直跟我要，我好不容易才首肯的。